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纪念日。自25日晚间起，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便源源不断涌入湖南韶山毛泽东广场，敬献鲜花，瞻仰毛主席铜像，缅怀伟人。已坚持连续20年，在每年12月25日从老家湖南郴州赶到韶山纪念毛泽东诞辰的梁小桃说，在毛主席生日这天来韶山，已成为他和朋友多年来的一种习惯。因为这是我们一个伟人，我就觉得值得我们敬拜的、纪念的。最早呢是坐火车坐到株洲，然后包车子包过来，后面就自己开车。26日清晨，天还未亮，韶山村村部前坪已人声鼎沸，热情的韶山乡亲顶着寒气，为前来纪念毛泽东诞辰的民众免费烹煮福寿面，以示祝福。上午8时，毛泽东广场显得庄严肃穆。当歌曲《东方红》的旋律响起时，聚集在广场上的民众和各界人士同声跟唱起来。